这一位选手呢，他曾经参与过一次我们节目的挑战，不过那一次他是在外界，通过新媒体的方式。哦，老朋友。对，今天他来到我们黄金舞台了，咱们给他请到现场，好吧？好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有点不开心了，是我刚才介绍多了吗？你好。啊，有话筒。哪儿变了？来的这是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咱们中国猴山五楼口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，我叫赵林浩。二师兄你好。这个小赵今天来呢，目的不是为了就是来黄金百秒挑战的，因为挑战的任务上一次通过外景已经完成了。对对对。他今天来呢，我们导演告诉我们说你有一个小心愿，这是到这儿来应聘的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咱们，我就知道咱们栏目组有一个猪八戒，然后我感觉我可以胜任这个职务，而且会做得比他做得更好。哎呦，没有，你觉得你比他强在哪里？我会做到就是猪八戒普通的猪八戒做不了的东西，然后第二就是我多才多艺啊，是吧？能唱能跳都可以。那我就是想提醒这位大哥，你都想好了啊？这话说的是挺得罪人的。如果一会儿一百秒你失败了，你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猪八戒给背下去的。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咱们先会会面，好不好 ？OK OK， 好吧。来，让有请我们的八戒闪亮登场。选手是来应聘你这个职务的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？可能的，有我在这儿，这就是我的舞台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一下就露怯了，你这不专业。八戒能这么说话吗？这是我的舞台，能是这种音色吗？你至少得，这是俺老猪的舞台，重说一遍，这是俺老猪的。我现在就录几句，来吧来吧来，唱唱，你回去吧你，这够丢人，你说。但是啊，我们别看这说话不像，长得也不像，但是我们有才艺啊。你有才艺吗？有啊。可以啊，那我们就是先比拼一下。这对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来吧。这样，先让咱们的正版八戒给大家来一个才艺，好不好？来。你是什么才艺？你不会连才艺都没有吧？你跟媳妇儿啊？这不是才艺，这是你的工作。你才艺，你跳舞会不会？来个街舞，来街舞音乐。街舞。好家伙，吓死我了！你看，看我们这个韵律，你看。多灵活！好，行行行。范哥，你确定这是多灵活吗？灵活灵活，没摔着。哟，这个有两下子。哎呦！哎呦！可以哟。好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！我宣布，这轮你胜。但是我必须得给我们节目组扳回一局啊！这个才艺呢，属于可有可无的环节，因为毕竟在过去节目当中呢，也没有给我们这个淘汰的这个演员啊，这个就是太多展示才艺的机会。对，主要的任务之一，应该说是唯一的任务，就是得背选手下去。哎哎，所以接下来咱们检验一下这个体格。你看我们这八戒，这一米八多的大个儿，背起哪位女选手、多少斤的女选手都不在话下。咱们先来一个业务展示，好吧？行业技能大比拼，这属于。先这样，委屈你了，在这里非常遗憾的宣布啊，咱们一号选手张苏月挑战失败。来，有请八戒登场。看的是过去的这个，我们上一代产品。接下来我们给你看一下我们2021年新款啊，来挑战失败，有请我们的八戒。八戒，您有点高，有点不专业，来。别！给我的汗都吓出来了。所以在行业技能比拼这个环节，黄金一百秒的八戒
获胜。我今天来呢，可以做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，选了我可以把我的猴哥给你们请过来，选猪八戒还送一个孙悟空。对，哦，这台还是挺诱人的哈。哎哎哎，怎么样？咱们跟你合作八年了，你也没说送个孙悟空啊。你翻翻你家冰箱，看还有什么亲戚没有？你下去赶快找找，好吧？好好好。那猴哥今儿来了吗？我们也面试一下，来来来，来啊，猴哥。哟，这个像啊。职业，你不应该上来问一下，你是妖怪？不能不能，可不能错失这个机会。来，我们来，我介绍一下自己。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徐芳，来自中国猴山五龙口景区。为啥我们选手说买一赠一？我为什么去带猴哥呢？第一个就是我的一个优势吧，就是我的法宝。第二个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他在戏中是我的大师兄，然后我们呢私底下他是我姐夫，亲姐夫。我之前呢不在那个地方工作，是因为就是还是我这个姐夫吧，然后把我好不容易带到了这个景区里边，我感觉这个景区的工作现在做起来也非常的合适，就是我非常感谢他，我去哪儿就想带着他嘛，万一成了是吧，叫知恩图报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把最豪华的最高大上的黄金舞台留给咱们师兄俩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大声地喊出节目的口号。好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请登上黄金舞台，加油加油。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。诠释了灵活的胖子，没错，这是一只会跳街舞的八戒。能看得出来我们选手确实是有街舞的功底。哟，头哥也会啊。挑战成功，恭喜你的梦想闪闪亮闪闪亮，这么耀眼光芒。恭喜二位挑战成功。哎，虚脱了，怎么垂头丧气的？虚脱了，太帅了。不过恭喜挑战成功，获得我们奇志奶粉独家提供的大礼包一份。恭喜二位